各位，我有句话说。这黄三爷，我是见过了。他是360行，哪行也不挨着。回头你们跟他说话的时候，都得小心点儿。怕他干什么？他又不是京城里下来的官儿。他要真是京城下来的官儿，我们有个防备，倒也好。 我怕他自己是官儿，又不承认是官儿，索性不见也就是了。你们可以不见，而我不能不见。请黄三爷。哎呀，三德子啊，坏了坏了啊！什么地方坏了？我刚才那劲儿啊，没了。你们，你。 爷，您那脖子冷冷的。哎，您的膀子往这么摘位上，哎，对对对对，这样像吗？哎，像。哎，您别总想着像不像的，您就是。啊，说句大不敬的话，就像您当皇上一样，您什么时候觉得自己不像皇上了？说的是，这当混混。 怎么会比当皇上还心虚啊？哎，对呀。好了，这才像药铺，可以开张了。哎，主子，您坐下歇会儿吧。哎，我是真的累了，没想到开一间铺子啊，还这么累。 哎，法印，花了多少钱啊？花了500两银子。值。累是累，坐在这布满药香的屋子里，看着那些花花草草的药名儿，觉得自己都快变成妙手回春的郎中了。再难治再痛苦的病，只要回过身去，细细的抓上几味药，包给人家拿走，人家呢，像是拿着无限希望似的走了。 回家一吃好了，快死的人又活过来了。谢不谢你没关系，能帮人治病、为人解难，不就是半个活神仙吗？当个大夫真好，开药铺这主意啊真好，500两银子圆了我一回悬壶济世的梦。一柱子，我觉得300两就够了。法印，你还是出家人呢。 在钱上也这么斤斤计较，我不是计较，我是觉得怪。有什么可怪的？咱买药的时候怎么没还价啊？那不知道价钱啊，也还不起来。再说了，我和小桃红也没出去买过东西啊，怎么还呢？咱不会还，他们还不会还吗？几十号的人，一个还价的都没有。他们说给10两。 咱们就说1刀切，给5两，他们就再不说话了，放下东西拿了银子就走了。这也许是我们的价给的合适啊，或许咱给高了吧。哎呀，吃点亏就吃点亏吧，吃了亏不知道，就是没吃亏。吃点亏倒没什么，我是怕他们这药不真。不真？不会吧？ 敬香，给祖师爷叩大头。1叩头，2叩头，3叩头。 小姐啊，就该有个小姐的样，行步一步，笑不露齿，这才叫美。什么叫美呢？就是男人喜欢呗，一举手，一投足，他的眼睛老围着你转。你笑的时候，他不敢看你；你哭的时候，他比你还伤心。这。 才叫小姐的样儿，是美。这样的小姐，你为何不做？
嗨，我这名不正言不顺的，我这辈子哪有当小姐的命啊，只能当大姐。这大姐和小姐只差一个字儿，名分就没有了。没有了名分，我再拿小姐的样儿，那就叫做矫情了。我这一辈子许是什么都不好，但是有一点好，不矫情。天然去雕饰，我自然。扇子，扇子，哦，给。嗯，扇子，是你叫我给你拿扇子啊？啊，都用得着扇子了。哦，小姐，你是在想耍扇子的人吧？我给你找去。哎，你上哪儿找啊？我给你找来就是了。哎，你刘老板，你跟我说，我那笔黄金可到手三天，三天工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绝对不行，不行啊！我跟你说不行，我这夏天啊，过两天就来。哎，您再容我两天啊！哎，咱这货地道不地道啊？地道不地道，您甭说，人家说好，我要说不好，那我那下家就不高兴了，是这话对不对？嗯，他要不高兴，您瞧着，只要是真，您就收，没错。是这话，你想卖着卖着歪货，他连个理儿都歪了，你真是个牙祭呀！你可不能这么说啊，不能这么说话啊！哎呀，黄三爷，林会长，林会长，请坐。哎，会长坐，会长坐，请。哎，坐。哎呀，您看这场合，啊，常见，适应的很呢。说句实话。您第一天来，我都不知道该把您往哪一行放呢。哎，串的多了，反倒没了个性了。怎么样，您今儿看着我还像吧？哎，您刚一进大堂的时候，我以为看错了人了。哎，变了，全变了。是吗？您今儿看着我像牙祭吧？我看着像行里人。真真的行里人，不单样像，哎，您连我们共的祖师爷吕不韦您都知道，我就更信了。吕不韦，奇货可居啊，知道。他编的《吕氏春秋》我读过，祖师爷了吗？看得出来，将来啊，您是我们行里的这个。那可未必，我这人呢，什么我都干不长，见了利我就走。哦，手里有多大本啊？哦，我带着呢。哦，三德子，嗯，银票掏出来给平四爷过目。哎，嗯，这是本儿啊。哈哈，这个呀，小本儿。小本儿，哎呀，黄爷，您要什么货跟我说呀？咱们都是牙姐，有双眼，有只手，那不就够了？你说话啊！是啊，是啊。几位爷，几位爷，以后可要多照顾啊！哎呀，哎，三德子，哎，把几位爷的帖子都收下来，以后好交易啊！对对对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！哎，几位爷这边请，几位爷，哎，这边请，这边请，这边请。好嘞，好嘞，这是我的帖子，一个一个来。这是我的，哦，田会长，啊，我这位伙计如何呀？看着机灵。哦，对了，我听说您还开着加工药材的买卖呢，在后院，想瞧瞧？哎，我不瞧，我瞧有什么用啊？我呀，想让我这位伙计当个学徒，跟您学学艺。嗯，我不是外人。啊，田会长，哎，行行行，哎，哎，我给您扇着风。您看，咱们现在还算是外人吗？哎呀，这我不守工钱，就为了学艺。哎呀，
见外了不是？啊，钱我不收，人留下吧。我不把你当外人，您也别把我当外人了。啊，一见如故，一见如故。有人吗？请进。卖药吗？卖药。那你们谁支应我呀？你选上谁，谁就支应你呗。就你们三个人呀？啊，这屋里就仨人。那我找的人不在。你是找人呢，还是抓药啊？哼，我是又找人又抓药。嗯，那你找的人长得什么样啊？就是那个手里耍扇子的。小童，嗯，咱们才来几天呢，怎么这样的女子也来？不愿意，这天下的事儿啊，也有一厢情愿的。看着好像不太正常。过得真痛快。哎，这位姐儿啊，人现在不在，我先给您抓药吧。嗯，我们家就是开药铺的，倒上你这儿抓药来了。你说什么？啊？没什么，我边抓边等吧。抓吧。那您的药方呢？药方没有，你听我读吧。通窍桃红好露香，穿菇少酒早葱姜。破人肝血成劳症，淤血头疼面子妆，一样三钱，照方子抓吧。大姐，你再念一遍。再念就变了。嗯，嗨，老爷，等会儿来取，你们照方子抓。来，老爷。哎，他都说什么了？好像念了一首诗。诗里边有几味药，都什么药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那咱这药铺还怎么往下开呀？哎，好，这样。嗯。好啊，好啊，来晚了啊，来晚了。是，刚才我那段唱多好，是好，嗓子正润的时候。是，王师傅啊，明儿吧。哎，好，来客了。哎，好，谢谢您啊。哎，不用，李大人，您唱您的。嗯，已经尽兴了，不唱啊。哟，你看，刚唱完旦角，这嗓子还过不来了。哦。走，书房说话。这位爷，您贵姓啊？免怪姓李。啊，李爷好，李爷。这就是您那个造药的地产啊？啊，对，这全都是药啊，这边都是。啊，几位过来一下啊，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个新来的伙计。哎，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啊？啊，我叫三德子。怎么叫这么个名啊？大名叫什么呀？没大名，就叫三德子。哎，瞧这名儿，闻什么呢？李爷，您这光聊的什么呀？怎么这么臭啊？熬驴皮呢？来，驴皮。啊，对，哎，这事儿你得问他啊，他因为这味药还不打呢。啊，这还打人呢？打呀！这东家呀，打师傅；这师傅啊，打徒弟。这早来的，打晚来的。啊，这谁是晚来的？啊，当然是你了。去，上圈里给我接老虎尿去。啊，这儿还有老虎啊？没老虎有老虎尿啊？专治风湿的老虎尿，知道吧？
没老虎哪来的老虎尿啊？放进的笼子没有？啊？啊？哪儿呢？嗯？嗯？喵！喵！哎呦，我看见了，那不是老虎，那是猫啊！什么？你干嘛打我？打你干嘛？啊？我不打你不改嘴，我说那是虎就是虎，知道吗？我这位兄弟您就忍了吧，进来就这样，咱们出去之后都该不会说真话了。嗯，看见没有，那上面有个罐子，去给我接虎尿去。你快去呀。天底下就我命苦，原以为来学做药的，这下倒好，成了接尿了。哼，臭和尚！哎，这个是臭和尚咒我。行了，我说，尿吧，啊？哎，尿啊？啊？学人家样终归还是痛苦，我要这么回去，谁还敢认我呀？这怎么回事？你说说怎么？好像有柱子葱啊。咱们到底抓什么药啊？哎呀，算了，你先别抓了。哎呦，这位姐儿真是给我们捧场啊，不单自己来，还给我们引荐一位客人。不是客人，他是我们家老爷，他不买药。啊，不买药好，不抓药好。啊，不买不抓。不买药好。天天由此而过，稍不留意就有开出家药铺来。应该前来道喜呀。小本经营，不敢惊动众位高邻呐，失礼了。哎，哪里哪里，不必多礼呀。天下做生意的很多，开药铺是一桩善举嘛。所言有理，哎，老伯，请到那边喝茶吧。啊，这店中的药材是从外地带来，还是就地购买？就地购买。哦，托了牙行的人？也没托牙行的人。哦，哦，那你们三位一定是识别药材的行家里手了。也不啊，这无非是缺什么进什么，按部就班。其实说出来也不怕，老伯，我们认不得什么药材，只是人家说什么我们就买什么，我们还得跟人家学。今天啊，你们算是找对人了，我们家老爷是这秋水城识药材第一人。老伯贵姓啊？在下姓岳，岳三丰。哦，岳老先生，我呀识了一辈子的药材，哦，不过也有识错的时候啊。你们在街上进的药材，恐怕这药铺是开不成了。为什么？哎，街上卖的药假的多。法医，你看见了吗？看见了，不太像吧？不是，可衣服是一样的呀。对呀，不会错吧？哎，三德子呢？啊，三爷，哎呦，走过了，哎，啊，哎呀。总是记不住这家门啊！啊，啊，小桃，爷刚出去一天，怎么像换个人似的？这不就让他晃晃吗？扇子倒还在，怎么插脖子里了？
嗯，不招人爱，谁让你爱了？啊，哎，你们几位都在呀、啊？嘿嘿，我今儿的事儿啊，办得可真利落啊！哎，衙门我也去了，衙行我也进了，衙帖子呢，我也办成了。哎，这叫淬炼。爷啊，您身上添了点东西。哈哈，我呀，我买了副玉球，搓起来叮当有声，好啊。不是，我是说您身上那劲儿，好吗？哎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你还别说，你小子还真有两下子。那是。岳老爷子的门下，好歹也学过嘛。岳门呢？岳门，我是旧梦不得起入哦。哈哈，谈情说爱，也不都是那种吟诗作画般的，不是？尤其是岳青儿小姐，不是？不行。哎，我倒给忘了，你小子打小是在岳家长大的，你说说，有什么好办法？说呀，如这推拿一般，越疼的地方越要使劲儿，不怕它疼。怎么讲？这一用力啊，或许就通了啊！疼啊！啊，是是是，大人，不让它疼，这事儿怎么能通啊？让谁疼啊？我先疼啊！大人，这训女人如训烈马一样。你不让他见见真功夫，他不知道你有几两筋骨。那你这主意不也太无谓了吗？哎，这或许啊，这或许是另一种味道啊。平四海啊，平四海，你别看你没念过书。一点儿都不比读书人差，读书人没有的坏点子啊，你全有。你给我说说，怎么能让这事儿变得有点味道啊？这岳家不是开个茶药铺子吗？不行不行不行，我堂堂一个知府大人，怎么能天天上那儿喝茶去吧？哎，大人，您只要去一次就行了。嗯，去一回啊。嗯，哎，收了吧，短短一天弄出这么个铺子来，免不了有假啊。哎，花了多少银子？500两。哦，500两，好，花得好。嗯，花得好啊。哎，就买了这么点药吗？哦，后院还有。好，好好给我剁着，我要用这500两做本儿，再赚他个5000两。这位爷，您这是在开玩笑吧？嘿，我是一点玩笑之意都没有啊！哈哈，我现在是个衙妓了嘛，别人当八戒藤卖给我的药材，我要是当羊角藤卖了，那我不就赔本了吗？这假药不治病。害命啊！哦，我可不这么看，要收就收了假药。哼，真药治病，假药治天下。哎，这是个什么人呢？说话也太不着边际了吧！冯姐，咱们走。哎，我没想到天下有这么多。唯利是图的小人，老爷，您先走，我有句话问完了就走。你们家老爷一直就这样吗？你问这干嘛？受人之托，谁托付你的？你让谁上这儿看来？
再说了，我们爷这样那样的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关系大了，他要是这样，就太不可爱了。他可爱不可爱，也用不着你来管呢。哦，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他为什么这样，你只有问他了。啊，哦，不，又吃坏了这个，哎呦，不行，疼死我了！哎，三德子，你帮我看着点锅，我一会儿就回来啊！啊，嗯，又睡了？这种地方也能睡觉啊？啊？哎，啊，哎，尿了？谁呀？猫啊！哎，坏了，尿完了，没接着。我说你尿尿倒说一声啊你啊啊！喵！别接了，过来帮着看看火吧啊！嗯。哎，李青呢？跑肚去了。跑肚？跑肚吃药啊？那守着做药的地茬，还能被病吓着啊？他就是吃药给吃的。啊？吃巴豆。不是，前几天呢，我脚气犯了，吃了点王不留行想消肿，吃完后啊，脚气好了，结果脸肿了，说是出了风疹，他又吃防风，肿没下去，头又疼了，他想吃点这个天麻治治头疼，结果头疼没治好，又开始泻肚了，啊，吃错药了？什么错不错的？这里啊。没几味药是真的，啊！要赶上黑柴胡啊，给你换成银柴胡，那是你的福气。好坏啊，还有柴胡俩字呢。哎，他吃的那天麻呢，是芭蕉玉那类东西做成的，长得像天麻，少吃了通便，吃多了泻肚，根本跟头疼没关系。那这些药还治病吗？嗯，兴许能治。可是，不过你可别对症下药啊！比如治脚气的药治不了脚气，最后治了大便干燥了。嗯，哎，嗯，这就是这儿的驴皮阿胶。嗯，哎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待长了就知道了，不用学。那你告诉我这些干什么？我瞧着你人不错，怕你有事没事的偷着吃药，啊？哎，我疯了，没事吃药。咱俩都别吃，叫李青吃啊？为什么？他这人不地道，明知道是猪胆，当着掌柜的面非说是熊胆。啊？哎，啊？我再告诉你啊，啊，这锅聊的不是驴皮。啊，是猪皮。就有纸笔没有？咱给记下来。嗯，好，你记吧，记住了出去告官。我不识字儿。哎，啊，蘑菇灵芝，黄犀牛角，猪熊苦胆。猪皮阿胶，嘿，什么人呐？臣等叩见吾皇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！哈，哎，犯了这么一天的混混，这么一见礼啊，倒觉得有点不那么堂堂正正啊。好，起来吧，宜妃。起来吧，坐。谢万岁。哎，宜妃，你坐吧。
哎，一菲，你好像不太高兴啊。谢万岁爷看出来了。嗨，那些假药买就买了嘛。我今天跟岳老爷子说的话呀，全是真话。假药倒没什么，大不了你把火烧了。那你为什么呀？奴婢不便说。啊，说吧，说吧。出门在外，人就咱们这么几个，不必拘礼，有什么就说出来，大家畅快。啊，说吧。奴婢实在是看不惯。什么事儿你看不惯呢？万岁爷，您今天的做派。哦，因为这个呀。哎，这可不是小事。万岁爷，您怎么能这样的自污呢？您扮叫花子的时候，我看您还像个万岁爷，身上虽然脏点儿，可不是善良之样。今天您扮一混混儿，实在让人不忍看。您一个九五之尊，怎么能这样的不自重呢？啊，法院长，臣在，你也说说。臣不想说。说。判若两人。小桃红，你说说。说呀。做梦一样，万岁爷，做的是想不出的噩梦。你们能这么说呀，朕很高兴。朕也不愿意扮一个低俗之人嘛，扮一个歹徒，一个恶人，实在是出于无奈。为此决断，朕曾在城西茶棚下五内俱焚呢。朕何尝不希望这个世界干干净净，了无污秽？但想归想，天下之大，一时又怎么能如愿呢？这世界总是比朕想的要脏要乱，那这次就不妨让朕乱一次坏一次。江山是朕的江山，还有比没有治好自己的江山更使朕无言的事吗？为江山计，自当是演戏，朕想过了，要演就演好它。还希望你们几个辅佐。放心吧，十几天后，朕会还你们一个原本之朕。张龙啊，在。这儿离秋水还有多远呢？还有不到半天的路。哎，快马报个信儿，咱们是京里来的，怎么也得摆个金官的谱啊，叫他们接着点儿。这。哎，慢着，这也快到地方了，我呢有几句话嘱咐你们。嘿，你们呢也没怎么出过家门，这次你们什么事儿别管。也没什么，我说什么呢，你们听什么就是了。小的们知道。就
都是假的？假的多。哼，法印，朕就不明白，这些卖假药的人把这一包一包的东西都当成什么了呢？无非是钱是利。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天下取利的方法很多，难道非要用作假来取利吗？害人之利，却会害了自己呀。万岁爷说的对，可昨天当着岳老爷子的面为什么不说出来呢？哦，昨天朕办的是混混啊，害得人家说咱们是唯利是图的小人。那咱们就先小人后君王，哈，咱不怕好人把咱当坏人看，他是为咱们好，怕就怕坏人把咱当了知己呀。万岁爷啊，那这些药怎么办啊？都留着。啊，法印，哎，你跟我走一趟。万岁爷，您出去办个混混，那我出去办什么呀？哎，你就是你啊，啊，咱不能都办了混混吧？谢万岁爷。走。他倒办上瘾了。他。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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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位爷，喝茶呀？喝茶。喝什么茶？祁门红茶。哦，没有。武夷岩茶。哦，也没有。有什么茶呀？粗茶。行行行，进来，进进进进。爷，候着。啊，法印。法印呢？爷，哎，你今天有点不太专心呢，啊？您看出来了，我也觉得浑身上下不太得劲儿。哦，那总有个原因吧？哦，您看，您是这样打扮，我呢还是个吃斋念佛的样子，对，不太这个，啊，不太合适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是说，和尚今天不知该如何是好了。啊，对对对对，说的也是。哎，你不妨把衣服解开。啊啊，扮一个喝酒吃肉的花花和尚。阿弥陀佛，解开解开解开。不太习惯吧？啊，不是不是，现在更不习惯了。不是自己了，自己丢了。毕竟江山不在你心中，咱俩位置不同，好，你连个样都不想装啊？爷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爷。就您这样，岳家小姐也不喜欢。爷，用茶。别叫我爷。为什么呀？俗，俗。那叫什么不俗啊？状元老爷。哦，状元老爷也有个爷字儿啊？不一样呢。状元老爷。状元老爷有什么了不起啊？你们家小姐知道啊？是啊。啊。你看，我们家小姐知道，她也不告诉我呀。你感觉这么了不起，那你说说。她是普天之下三年之中读书之人，考第一甲第一名者，状元师爷。那可是吃个御宴，跨马游过街呀。三年才出一个呀？
三年出一个。哎呦，一二三，有什么的呀？我还以为千年出一个呢。没什么了不起的，这个皇上还差不多。你看，喝茶呀。来了，冯姐姐，该当客的当客，不该当客的不必照应。听见了吗？我们小姐不拿你当客。那我开店不把人当客的？有没说你？你先坐下，我给你沏茶去。哎，怎么能？这边。爷，看见了吧？人家都不喜欢你这样。哼，女人都这样。好，真是有其主必有其仆啊！啊，今天我算开了眼了，这天底下，他还有不买状元账的人呢。算账算账。状元，茶不喝了。不喝了。茶资啊，茶资，付过了啊。哎呦，太多了。不多，不多。给小姐，给小姐。行，那你先走吧，待会儿我给他。我要看着你给他。你想让我们家小姐干什么呀你？